的开机嘛，一头目屎嘞！哇，这台南的加强嘞！啊，底下我刚刚我有看到，大家都医医疗顶头也算啥？等一下吼，开机嘛的，我你请。哦，已经有800万了，就是。妈祖的百年眼泪，全台唯一独家。在台湾的故事就在星期二晚间10点，三立台湾台29频道热烈上映。